站稳！咋了？哎，干啥呀？刚才看着老头卖鞋垫呢？当我瞎呢？啊？你和这老头在这周旋半个月了，咋的？要给他周过去啊？队长啊，我扶还扶不过来呢，我哪敢周啊？别管了。你说咱小区门口车来车往的，万一给老头碰了怎么整啊？小区门口三令五申不让摆摊，不让摆摊呢。你身为保安的职责呢？咱保安的口号是啥？我是小区一保安，保卫小区的平安。谁要胆敢往里进，你看我让不让你进就完了。你不给老头整走，你看我让不让你干就完了。你咋还不让我干了呢？就不让你干了。那我干的好好，咋不让我干了呢？就不让你干了，咋的？你得让我干呢。超超超超。那小哥们儿好好处呗，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呀？这家吵着大嗓门子嗡嗡的，迷糊了都让你们喊。哎呦，那个，你脑袋迷糊了啊？你歇会儿啊，歇会儿歇会儿。那个，队长啊，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老头啊，是你爹呀？啊？啊？还真是你爹呀？真是我爹。是怎么个情况呢？俺家老爷子吧。现在啥也想不起来了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你说他这样出来我也不放心呢，所以就我就天天带着他。不是你这个事我可以理解，是吧？但是你现在是在工作当中，你得公私分明啊。那个，这个我知道。你看，他老犟了，也劝不走啊。他就居住卖鞋垫的地方了。你起来，我试试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保安大队长。你好，长官。不是，保安，不是什么长官大呀，就是我们小区门口不让摆摊，您看您换个地方行不？行啊。大爷多通情达理。走，我上院里卖去。上去，你们站着。哎，大爷呀，咱门口这不让卖，咱就别往里边去了，行吗？大爷，你就换个地方卖呗。那我上哪儿卖去呀？大爷，你去对面的夜市卖呀。对面的夜市啊，大爷特别熟啊，叫兴顺夜市啊。早期呀、啊、大爷就在那儿卖鞋垫啊。小伙子、啊、你穿鞋不？我穿鞋。那你买两双鞋垫啊？我买鞋垫行，你不能在这儿卖。那我上哪儿卖去？你去对面夜市卖呀。对面的夜市大爷特别熟，叫兴顺夜市。早期呀、啊、大爷就在那儿卖鞋垫。小伙子，你穿鞋不？我穿鞋。那你买两双鞋垫啊？我买鞋垫行，你不能在这儿卖。那我上哪儿卖去？你去隔壁的早市卖呀。哦哦，隔壁的早市啊，大爷特别熟，因为他跟对面这个夜市是一个老板，叫兴顺夜市。早期呀、啊、大爷在那儿卖鞋垫儿。小伙子，你穿鞋不？我不穿。不穿你买两双鞋垫啊，要不多硌脚啊。买两双鞋赵哥，我最后给你五分钟，赶紧整走。队长，你换双袜子吧，你那都露眼了。大哥，哎，大哥来，哎，鞋垫给你拿来了，给老爷补仓啊。好好好。大爷，哎，再给我来五双鞋垫。好，好，你好好在这站着啊。你，哎，这个姑娘有问题。啥问题啊？她刚在我这儿买完鞋垫，这又过来买来了。你俩是不是有啥阴谋？别瞒我，啊、我清醒着呢，全明白了。你明白啥了？他是到我这儿进货来了。姑娘啊，哎，你告诉大爷一句实话，你是不是想把我这鞋垫都买走啊？啊，对。那行吧，卖你了，给钱。
多少钱呢？10万。那个等会儿，这价谈的是不是有点高啊？一看你就不是买卖人，你不得给客户留点砍价的空间吗？砍砍价？啊，大爷，你看看能不能便宜点啊？能啊。多少钱呢？10块。那个，你这空间是不是砍的有点大呀？大爷呀、啊，今天又录抖音又跳舞的，太累了。我呀就想把这个原价都给他，剩下的呀你俩对接吧，我歇会儿。啊，来来来，歇会儿，来大爷，你歇会儿歇会儿。哎，慢点啊。